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，然后这次回来台湾过年嘛，那就是每一年的元宵呢，其实台北灯会都是很盛大的一个活动。那因为最近的话呢，就是繁花在台湾非常的火，对，那其实很多朋友啊在聚餐，其实茶余饭后聊的都是繁花里的内容。那其实今天就来特地的来看一下，我看到了上海的这个东方明珠塔，还有美丽的上海街景闪现台北。对，那其实还是非常的感动的，尤其看到现场这么多的台湾民众都来这边打卡拍照。那也希望未来的两岸关系呢，就像今天的元宵灯会，灯火璀璨，台湾当归，中华民族终将团圆。